量量我兄弟的头围，我量量我兄弟的头围。何必呢？何苦呢？哎，肚子还可以收，头围不能收，对不对？头没法，头围怎么收 ？Oh my god， 60 ，Oh my god， 60，标准。前锋的头围，网上说什么58、59，今天是真正的量，而且量之前还没有喝奶茶。六，我奶茶都喝到脑袋上去了，而且根本没有任何的头发，对不对？就整个是纯头围。哎，还说呢，纯头围。你看到的这是假象，其实我头发是那么厚的。等一下。我李夏的脑袋，这也不错呀。我不用量，我62的啊。我骑摩托车，我知道我的头围。62。我也知道自己头围，我也骑摩托车，我58。他知道，他58，人一博才58。哎，我看看，我也有头，头发厚一点啊。58也是58，也都差不多，正常都是57、58。正常都是57、58。对，韩哥这比较公平啊，韩哥这边上那个薄，韩哥小吧，应该也是59。嗨，我也就比你们多2公分嘛，2公分已经很大了，没啥呀。但是我们的头围都比人家的腰围还要大。